这是这四种啊，这四种，这是小的黄油刀，啊，它好像也是埃及这种埃及艳后款的吧，啊，埃及法老款的，这是那个法老款的，非常好看啊，看这个上面，上面在这儿，这个是专门你吧，也是个德国人做的。黄牙刀，它这边有个，这块有个活，看见吗？啊，这算艺术，非常好看啊，非常好啊，这个上边还是造型，还是角度啊，这个握持感特别好。这个朋友做了这个果酱刀啊，黄牙刀，都可以做果酱刀啊。早上起来往这个面包上抹这个果酱、黄油什么的，特别漂亮。这是这个。还有一个小餐刀，它可以也可以做果酱刀。这是日本的驸马，日本的驸马，商标在这里，看见吗？好看啊！这刀就是小型的小刀，是小朋友用的，小刀。日本驸马这样有字，啊，这日本驸马，这和那个刀铲，它俩是一个品牌一个系列的。那这个呢叫饼刀，可能烙那西餐饼什么的。这是饼刀，这个是什么牌？也是1810的好棒。这么看吧，这种造型，然后边上这侧面，这个圆硬币这么厚吧，也是手感特别好啊。这是纯打磨抛光的，纯不锈钢啊，1810啊。这个。这是黄油刀，这个是大人用的黄油刀，这个也是好钢啊，1810的，这是好钢，都特别漂亮。看底下这花纹，它做成这样啊，线条，这是比较经典的款，永远都不过时，因为几十年都没有没事儿，啥事儿都没有。那这四种的都是家里常用的东西，比如说这个，还有这柄刀。非常好用啊，然后特别有档次。